我们在给大家讲基本数据类型的时候，我们说 Python 当中的整数有四种进制表示形式，分别是二进制、八进制、十进制和十六进制。 Python 默认是以十进制的方式显示，但是呢，只要是你学计算机编程语言，关于进制的这个问题你总是绕不过去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好好的去说一下，二进制是由零或一组成，满二进一，以零币开头，这个是计算机可以直接执行的。那么我们再去看一下，八进制是由零一二三四五六七组成，满八进一，是以零 O 开头的。十进制不用说了，咱们从小就开始学，逢十进一，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十六进制是由零到九 A 到 F 组成，满十六进一，以零 X 开头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去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纯手工版去计算如何将十进制去转成二进制、八进制和十六进制。在这儿呢，我去把我的这个画板打开了，然后我们去来写一下，我在这里有一个十进制的五啊，我在这写个小括号，小括号后面写个十，它就表示的是十进制的五。我要把它去转成二进制，告诉大家采用的是短除法，这是五，你要把它转成二进制，你就要除以的二，那么五除以二，咱看见上二余一，那这个二呢，二再除以二，上一余零，再继续一除以二，上什么，上零余一，所以那么你的这个五的二进制就什么，从下往上就是零幺零幺。那应该怎么写呢？写上是这样写的，零幺零幺，小括号写个二，它就表示的是二进制。那么我们看一下，这就是将十进制去转成二进制，转的对不对？我们到这里来看一下，在这儿的时候我写个十进制的五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二进制是不是零幺零幺，证明咱们转换的是正确的。那么我们再去看一下，如何去将一个十进制去转成八进制。你比如说我在这儿有个十三，我在这写个十三，写个十三十进制的，我在这写啊，十进制的十三它转成八进制是多少啊，幺五，我们看一下它转的对不对，咱们来去验证它。十进制的十三，我要将它去转成八进制，那么我应该转除法，十三去除以的八，上一，一八得八，余五。那你再用这个一去除以八，上零，余一。所以然后倒着写，将十进制的十三去转成八进制就是幺五，后面再写个多少，八，这表示的是八进制，它不是十五，它叫幺五。刚才我们看一下，在这儿咱们看错过了，十进制十三转成八进制十五，幺五，幺五不是十五。然后呢，那你现在应该找出规律了，我要将十进制转成二进制就除以二，转成八进制就除以八，那我要转成十六进制呢，你看我在这儿啊有一个叫做三十七，我要把它去转成十六进制，所以我出十六，我在这给你写上，这个是十进制的三十七，我要去把它转成十六进制，所以呢我出十六，上几啊，上二，二六一十二，三十二余五，然后紧接着你这个二除以十六，除得开吗？除不开，上零余二，所以倒着写，十进制的三十七去把它转成十六进制是二五，不是二十五，是二五，小括号后面写个幺六，那咱们看一下对不对？十进制的三十七转成十六进制，看一下二五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可以将一个十进制去转成二进制、八进制和十六进制，那怎样给它转回来呢？
那么我们看一下，我在这儿换一个颜色。首先，你的二进制是什么？二进制数是这样的，叫做零、幺、零、幺，然后从右到左开始标序号啊。它的序号是零，它的序号是一，它的序号是二，它的序号是三。然后我们这样去做，用零，它上面这个数字是不是零？去乘以二进制，对吧？二的三次方，再加上这个数字是一，一去乘以二的二次方，再去加上这个位置是几？零，零去乘以二的一次方，再去加上这是几？一，一去乘以二的零次方，也就是上面这零一二三都是一个次幂，二的几次幂。那这个我们算完它的结果是多少？它的结果是零啊，再加上那这个呢，二的二次方是四，再去加上零乘任何数都得零，再去加上二的零次方得一，所以你看一下，四加一是不是得五？这就是十进制的五啊。它的结果得多少？它的结果等于五。看零加四加零加一，这不得五吗？那然后这个你会算了，那这个你会算吗？怎么算？把幺五放在这儿，然后开始标序号。这个序号是零，这个序号是一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用的什么？一去乘以八的一次方，因为是八进制嘛，再加上五去乘以八的零次方，那你算算吧，一乘以八的一次方是八，再加上八的零次方是一，所以这是五，那八加五得多少？等于十进制的十三。那下面这个再换一个颜色，下面这颜色还是，它是十六进制的二五，放在这儿，然后开始标序号，从右到左标序号，这个是零，这个是几？一，所以咱们用什么？二去乘以十六进制十六的一次方，再加上五乘以十六的零次方，所以那这个得多少？等于它俩相乘完的结果是三十二，那三十二再加上十六的零次方是一，再加上一乘以五等于五，所以它的结果是三十七。到现在为止，关于进制的计算，你明白了吗？